黄丹青11题，他说 A 是这个啦 ，B 是这个，那我如何呢？用 AB 来表示 log 2跟 log 7。好，这怎么做？这是等于 log 哈，这是7分之多少？7加1是8，哦，所以这等于，这是2的3次方嘛，这是3 log 2减 log 7。 那这个呢？这是 log 哈，49加1是50，50哈，7的平方哈，那50就是100除以2，哦，这100，再除以2，这样子，那这等于多少？这是等于2减掉2 log 7。 它再减掉log2。好，那我就那个把 a b 看已知的，然后反解那个 log 7跟 log 2，也就是说3 log 2减掉 log 7等于 a。好。 然后这个是等于 b 的，然后把移过去，把 b 移过来，就是2 log 2 加2 log 7等于多少？我把它移过来，然后把 b 移过去，这是2 减 1。好，那这样我就可以求出 log 2 跟 log 7。 我把这个把它乘以2哦，把它加起来，23得6，6加1是7，log2，等于多少呢？2 a 啊减 b 加2，就2加2 a 减 b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哈 ，log2 就算出来。 7分之多少？7分之2加2 a 减 b。好，log7呢？log7把它带进去。哦，log7哈，就等于多少呢？3 log 2，3 log 2，log 2是这个，7分之2加2 a 减 b。3 log 2哈，啊减 a 啊。 减A，然后现在给它通分，这是6，加多少？6 a 啊，6 a 减7 a 变成减 a， 减 a 再减 b 啊，好，这个就是答案。